各位浅浅大家好。你好。因为后学是秋兄的隐私啊，所以说讲得特别好，这个是没有办法，因为我是他隐私认知好，讲好一点。好，那现在我们请前道所有来排成，到这边排成两列。好，那边靠过来。好，那没事的贤贤，没事的贤贤。好，那我们请大家请坐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进入轻松的时间哈，因为严肃的课题啊，道德是什么？是不是有点严肃一下哈？那我们现在开始轻松时间了哈。好，那我们先伸伸手。好，感谢各位劳苦功高的修道伙伴们啊，谢谢你们来参加我们这个道德培育成长营啊。那或许大家有点感慨啊，说我做事做到这样，做到这家老光，好像养家老了，这是或许去台中学到的，开始学闽南语了。啊，这个部分，大家会。应该有这种感觉吧？我好辛苦，职场或许也很辛苦啊，都有这种感慨的哈。但是没关系，为什么会这种感慨也是正常的啦哈。后学想到，感觉这种心态就是好像这是一条贼船，上了贼船，有没有？有一点的哈。那其实不是，事实上是罪人上的佛船，罪人为什么是罪人？因为大家造了业嘛，造了业，然后有不好的习性、不良的习惯，造了业之后回不去了，不知道家怎么回去了啊，所以你们是罪人，包括后学啊，后学是罪人啊。那上了这个佛船，那我们要修行回家最快的是什么？搭乘佛船。那紫云公司一座佛船啊，佛船。要这是高速公路的，要回家，高速公路最快的啊、那当然才会要求比较高。那要求比较高的话，就是高道德、高标准嘛啊、当然是这个部分会要求，因为你要成佛嘛，你不是要再去轮回啊，所以说我们要求会高一点啊、事实上是要成就大家，大家就多包含一下啊、这个部分啊、那假如大家觉得说还有。我们休息嘛，要回家。那大家觉得说，还有一点痛啊，还有一点劳累啊，那个部分嘛，大家可能都还毕不了业，还要再继续修了啊。那继续修，才可以回家了啊。那接下来后学先自我介绍了，后学姓李，木子李的啊。老子李耳啊，我就是跟老子李耳同姓，木子李的啊。这老子，很伟大啊。那这个李登辉，李光耀跟霍学同姓啊，为什么呢？这个人觉没有天觉高啊，只要有修行，我想你们都比他行啊，修行就是这样啊。那日月明，道德的日月何其明，就是我们师尊师父统领天命嘛，办理普渡收缘的这个大使啊。那德啊，道德的德啊。希望大家都是有德性的人啊、不要被大家批评，就是说你不要请示大家啊，你缺德，缺德啊。好，那大家要好好，我们修行的目的就提升德性嘛。那德性要够啊，对不对？如果被人家喊缺德就不好了哈、那大家知道说大学三纲领是哪三纲领？大学三纲领知道吗？没错嘛，就是要了解明明德就在这里嘛，明明德亲民啊，心民止于至善嘛哈。那什么叫明明德？明明德啊、每个人我们求道的时候，大家可能会了解啊、什么叫明明德？
每个人都有一个善良的本性啊，你要好好的扶持这个善良的本性啊。我们好，我们来扶持这个善良的本性，也要让别人也了解知道你有善良的本性，你要好好扶持哦。我好，也让别人好哦，这个就是正己成人，止于至善啊。这个就是大家在做的动作，大家在做的屠杀的那个动作嘛啊。好，那接下来就是。那我们大家有上过明德班的举手，明德班，明德就是法会的明德班啊，就是参加法会嘛。哦，开过法会那个明德班啊，开过法会 ，OK， 好。那法会就是明德班嘛。那如果说在军中，我们品性不良，会送到哪里？是有当兵的，我们在军中品性不良会送到哪里去？你啊，明德送到明德管训班哈，只要叫明德就对了，管训班哈。那接下来就是我们如果造业造得更严重，可能又送到哪里？被送到哪里去？这个被送到哪里？不知道，叫明德就对了，被送到哪里？明德疗养院嘛，造业就是送到明德疗养院，造业就是这样啊。那我们好好修行，就是不要去明德疗养院、明德管训班啊。我们参加明德班之后，就开始要心明止于至善了啊。那接下来我们说，慈明宫啊，是一个好山好水，地灵人杰的一个地方啊，这个好地方啊，以前。我们的白水老人，白水老人就是大家都知道嘛，孔子分离下士转世嘛，他曾经来到我们慈明宫交代这个五级大帝要好好打帮助道，要好好的来成就大家包后学哈，对，也是来成就后学哈，所以说这个难得，我们白水老人来到慈明宫，这是真的机会很难得哈，大家好好的把握住哦，因为我们。大家都是圣贤的候选人啊，圣贤的候选人啊，好好把握住。那接下来我们请大家闭上双眼，把眼睛慢慢闭起来。把心收回来，平心静气，回到一二岁的时空。找回赤子之心，那是没有痛苦，没有悲伤，没有怨恨，也没有劳累，平静再平静，收心再收心。收回玄关，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把眼睛张开，我们来问一下，请问你几岁？15岁，请问你几岁？50岁，请问你几岁？2岁。高手就是高手。果然，好，刚刚可能你两位还没被我催眠，人家这个厉害的一催，你看马上就变到2岁，两岁，好，2岁那个时间就是我们天心佛性，好，记得吗？现在几岁？1岁，哦，变1岁，更纯真了，比这叫青出于蓝，更胜于蓝，好，不错哈。那圣依然，那我们接下来请大家啊跟着我后续一起做了哈、啊。好，请你跟我这样说。我会跟你这样说。请你跟我这样说。我会跟你这样说。请你跟我这样做。我会跟你这样做。请你跟我这样做。我会跟你这
一个孝字全家安，一个孝字全家安，孝顺能生孝顺子，孝顺能生孝顺子，孝顺子弟必明贤，孝顺子弟必明贤，孝事人道立一步，孝事人道立一步，孝子谢事即为先，弥勒济公好徒弟，济世救人得第一，忏悔感恩必喜缘，立愿了缘为礼天，立愿了见为礼天，很好，那我们给自己一次爱的礼拜来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教一首世界名曲，大家应该都听过了哈。哦，好朋友，我们心隔离，我手呀来猜拳，是碰他呀看谁赢，输了就要跟我走。啊，这世界名曲大家应该都会唱的啊，不会唱的请举手。世界名曲啊，没有关系啊。那我们大家一起唱一遍，预备，来。好朋友，我们心隔离，握手要来猜拳，是碰他要看谁，输了就要跟我走。好，接下来后续介绍动作了啊。等一下，我们碰到两个人，好朋友打工作揖。好朋友。手呀来猜拳，是碰他呀看谁赢。好，赢的，耶，耶，就是赢的哈。输的就是，好，这个动作哈。那我们是三战两胜吗？三战两胜啊。那当然，赢的很高兴的哈。那我们输的啊，何时啊？何时？这个输了就输了嘛，哦、我们有德性嘛，输了就输了，没什么嘛，哈、哦，那这个部分好，那我们请我们来两个来示范一下好了，我们的依文跟冠霖来示范一下好了啊，好，我们以爱的三项来鼓励鼓励，预备来，好，我们大家一上，预备。好朋友，我们心隔离，握手呀来猜拳，是碰他呀看谁赢，输了就要跟我走。好，这个大家坐这边坐的好不好？好，好是好，好朋友这个部分少了一点点哈，好，没关系。好，一样，我们爱的三下，谢谢他，预备来。好，那接下来就是两个两个啊，三战两胜啊。我们找到朋友的时候，就好朋友打工作揖，然后开始哦，两个两个，我们最后面就会产生一个优胜者了哈、啊。好，我们屁股离开地球表面，预备来。好，预备，随便找啊。预备，开始。好朋友，我们心隔离，握手呀来猜拳，是碰他呀看谁赢，输了就要跟我走。好朋友，我们心隔离。
那个童军传统的欢呼了哈。当我喊马步嘿的马步的时候，你们就喊马步嘿。好，请大家跨出你们的弓箭步。好，当我喊马步的时候，你们就喊马步嘿啊，这样哈。好，那第二次的时候喊水步啊，大家喊水步战啊，一样两次啊。好，预备。往前跨一步，围成个圈，往前跨一步，然后看到围起来。好，那我们从我们的这边左边，一二一二这样报数哈。那我们从王姐从这边一二一二这样报数，预备，来报数一二一二。一二一前到一，前到少一倍。张兄要玩吗？张兄，好，一起来 ，happy happy 好，这个是感谢大家的辛苦了哈。那我们坤道，有没有报到二？有。好，那我们萤火舞了哈，萤火舞大家都跳过了哈。当那个呜，然后我们手牵起来，呜呜，就是举起来。一个八拍，两个八拍，三个八拍，四个八拍，四个八拍之后，好，然后就接下来踏壁，踏壁也是四个八拍，踏壁往右，踏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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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四个八拍。然后朋友们，好，注意到这边，朋友们的时候，朋友们就是右二三拍，朋友们。然后右二三拍，左二三拍，然后接下来是拜火，萤火已经熊熊的燃起啊！拜火，看看你刚刚是不是一二一二报数？看看你就是一二一二两个对半，看看你，看看我，看你，看我，看你，看我哦。然后一二一二，接下来就是手挥的手哦。围个圈，就是手勾着手，然后绕圈。少了一段路，那就是又跑八拍。一天辛劳的工作已经搞了一段路。双太阳下山在森林中，歌声小雨多快活。听我们高唱，然后接下来手拉手牵起来，然后往前。那接下来大家准备好了没有？好了。好的，那我们现在几岁呢？两岁，对啦，两岁就好好的玩啦。来 ，music，music，music， 好，注意哈，两岁哈。
一二三四，踏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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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病踏病踏病。有分有二三拍，拜我拜我，看看你，看看我，看你，看我，看你，看我，赵先生。
一二三四五六七，一二三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一二三，鼓掌，就是四圈十美，会不会？一二三四五六七，一二三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一二三，啊，这个是七三四圈十美。好，我们来两次预备，来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活动就到这里了哈，感谢大家，感谢大家。我们今天希望大家快快乐乐的，没有压力啊，然后来我们这边好好的成长啊。那接下来我们要把时间交给我们王姐要交上啊。